然后脚脚就这样的乱跳。你说 music music。燃烧这边你就进做燃烧干嘛、啊？你这边都不见了啊！这个啊，第二次还是觉得在一起。你一球完了后面就跳错了，你没有更好啊！哎，对吼。对啊。哇，老师都乱编，你没有更好，别闹了，还办什么快闪？哦，再来一次啊！对吼。就 one more time 音乐。One more time。One more time。啊！他另外一个才艺秀更特别，他跳箱。五把开，裂开。你有学过跳箱吗？没有，国小的时候谁没学过、啊？因为就是之前脚断掉，然后脚断掉之后还可以跳箱子，才艺。哎、欸，还是要小心一下脚，因为毕竟有受过伤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到时候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来，你对定自己讲。这是你自己决定说要表演这一块，就到时候哎、欸，出台几天啊，怪物什么来赔偿什么，对对对对，对不？哎、欸，一码归一码，没错，跳要干干净净，好不好？那你都要后边台词出来，看多少钱，看多少钱。主任啊，你现在口吻好像开当铺的，有吗？不然你天龙共哎啊，天龙共哎，天龙共。你想要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你想要吗？对，你要自己说，你说是这样子的，我的才艺是被。公车碾到之后还可以跳箱，对，你要先讲一下，一切事情由我自己负责。我其实我的猜疑是我公车安尼搞过了，还是继续的安尼跳安尼。好，你自愿的，我家己决定要安尼。安尼跳，刚用脚都无关系啦。哦，扛肩奶，扛肩奶，哎呦，哦，你过谁？先说了，我六六六，去单啊，单啊，单，单啊，单真是啊，我姓简，干真是啊，他叫真雄，啊，我名阿公，简真雄，来翻成台语啊，来啊，讲讲，要听都拍，你就讲，简真雄，来啊，简真雄，讲，阿雄啊，金雄嘛，金雄。简真好名字哎，来第一跳，好名字，第一跳跟你们，嗯，金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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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啦，你坏坏，加油啊、哦！老师来点音乐呗，我们好冷静的，我觉得美嘞。对啊，他的才艺都超短的，稍纵即逝。再次有他有酝酿，他有酝酿啊！哦，耶！还有没有办法？我在叠，没有嘛？哦，没有在叠，是这样要结束了吗？大头叠上来，就这样叠，然后就这样子吧，就这样哈。主任，你跳得过吗？
我跳得过啊，我体到对了，你先跳。你跳得过吗？跳得过，我跳得过。确定？你确定？哎，我体到对了，不要闹。老师，我要看刚刚那个音乐。OK 啊，比较不一样啊，比较它算比较正确的，因为你比较有点脚弧度不用说这么漂亮。嗯，哎呦，无法开，裂开。好不好？我刚刚讲一些意思，意思就好。我让你知道那个气魄，那个感觉是对的。你这个跳过去下半集，你要叫阿雄去帮你拿裤子。对，这跳很贵。对啊，算了，不要了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厉害了，另外的才艺，收箱子。抽箱子，你是说他的才艺是这是他自己带来的？抽跳箱，他自己把它抽下来。好啦，唱歌啦！来，我们来听他的新歌《不想去远方》。掌声。